对，好像要爬到最上面，感觉上面还有几个平台。哎呦，哎呦，好难哦！啊，一个空掉，跑机走了。哎，我们会不会今天完全破台不了啊？哎呀，好可怕，上不去。要荡过去是吗？要荡，要荡，拉钟摆，拉钟摆。我刚刚没有拉到，就掉下来了。可以用爬的吧，走旁边。对啊，是可以用爬。他那个旁边有一个洞，那个。对对对。嘿，我抓住了，我抓住了，我抓住了。有了。哇！不要乱动，不要乱动。对。哎，好的。好的。哎呦！哎，下面帮你们加油。加油！我这这这不要！阿明，加油！哎，慢慢动，这里上得去吗？上不去。哎，可以，先不给我。慢慢动。嘿，哎，有了，我上来了，好了，有了，他差一点。哎，这边很恐怖，抓住，上来，到第一次上来啊！啊！骨头，没事。哎，小心点头上。照我的头。哎呦！哎呦！我掉下来了。后面还有人吗？哎，还没。哎，他们还没那么快。天哪！掉下来很绝望哦。还有人要来吗？没有人要来，我上楼了。你可以上楼了。我真要倒了。好，他进来。好像怪物。我好像大了，看你们有什么。等你们来。哎呦，需要新的救世主。新的救世主要搬石头。小雨加油！哎呦，我快到了。这要怎么搬石头？这么很难搬吧？应该不能搬吧？这个。对啊。啊！你要抓上面一点，你要再跳高一点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个。哎呦，可以，上来就好。哎呦，等一下啊！团，我脚软了，等着小雨。嘿咻，这好高啊！真的，我爬。不，这是哪里？上不去。我只有第一次跳到，第二次就没跳到过了。哎，要转这个是？是。这根可不可以爬上去？啊，我放弃了。高，这个是干嘛？转到底。这里好可怕，太难了。这个不知道是转哪里，跳不起来。哦，那根掉下去了，板子掉下来了。掉下去了，所以我要去下面吗？这板子要干嘛？那板子掉，是拿走吗？是拿那个去熔炼，哦，把熔掉。什么掉下去的时候？板子一堆水。那个团拿着，没有这个钟摆，我拿了黄金。他拿下来是不是？对。哎呦喂！还是要丢进去当，所以我们要下去的。柴火，对，应该要下来了。留个上面吧。来，我留一下。等一下，万一不是就刷赛。重置。这是铁针哎，有一个木板卡在中间层啊。耶，那我留一个，那我留一个。哎，他是不是要融成钥匙啊？这边有个钥匙的膜哎。对所以应该是烧铁，烧铁或金那种。这个就是铁吧？铁针，没有，这里。铁针，啊，铁针都拉头上去。对啊，我想拉到。卡住了，还是这个啊？这个，这个什么东西？那个是要丢上面吧？啊，它是倒模型。对啊，很紧啊，你好累哦。团团那个木棒也太大了吧？我想说放进去，放不进去。我的可以，可以，太多东西了，不要推开了。我的可以，我可以，好，推进去，拿过来，我把它拿过来，这个。哎，嘟嘟，把它推进去。不是碳吗？可以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哇！我的脚没有在上升，有差吗？这我们都不够地面少啦。你要是要找煤炭吧？看来不是这个东西呢，这个吗？看来不是木板呢。对，木板拿走。那我多那个塞进去看看。等我怎么拉到别人的裤子？还是这个啊？那个矿车这边煤炭，我要拿这个东西，这个吧，我要拿这个。先把那个丢下去吧。你说这个？那个对，那根，感觉应该烧那根。
这一根哦，对，这个铁针也太重了吧，太重了，我抬不起来。那根是钟摆。哦，有可能诶，它看起来比较像钥匙，而且它那个像黄金。哎，哦，看融融融画面，那个火不够大，火不够大，它有融开吗 ？Fire！ Please fire！ Fire！ 那里面有金金的东西耶，金金，所以它跑出金金的东西了吗？色的那个啊，哎，对，里面有黄金色的诶，那个炉子烧开的炭啊。哦，应该烧开炭吧？是炭吧？我们现在在烤鸡吗？对啊，这不够哎。我们的钥匙会有鸡的味道。这里没办法动吗？它推不进去。嗯，是不是有别的路口啊？来，旁边有路，推不进去。控制着，你不要拉着我的头。哪里还有路啊？这个应该就是等钥匙才能开吧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棒棒不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好像有路口，哪边吗？棒棒不放进去吗？上面旁边右边可以刷上来。啊，可是，可是进不，那就还没。哎，拉不出来，太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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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来，一个来，不要推，一个来。啊，这边石头卡住了啦。哎，上去了，我上来了。哦，进到矿坑里面了，哎。对，是不是石头卡住了？哎、啊，进不哎，为什么你们跳了起来，我都跳不起来？刚保所以要双手先举举的，嗯，举举跳，举举了，哎呦，杰克，有了，杰克不要卡路，不要卡路，先跳，哦，进来矿坑里了，千万不要自杀，怎么了？会在上面吗？有人会接住你，哦，有人会接住。所以这样之后嘞，好事吗？你的头卡在拉杆上面，路通了吧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刚看你的头卡在拉杆中间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那个拉得出来吗？你可以拉了。矿车上面好像有黑黑的煤炭吧？有，好像煤炭，我看到了。哎，矿车怎么歪了？被拉到歪掉了啦！歪，歪了歪了啊！歪了，矿车脱轨了，有了，好难拉哦。脱离轨道，杰克，你绕哪里啦，杰克？我不知道，我看这里太暗了，看不到。对面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对话不行。再推了，我再推了，我再推了。好好好，我瞧一下位置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有了。哎，旁边有白色石头，哎，嗯，是要发放移开的。对，嘿，去看看，红宝丽龙。那个宝丽龙。它的重量不像宝丽龙。哎呦，太难出来了！拿过去，拿过去！两个弄我的，两个车子挡住了。快走！你走了。车子挡住了。走了，走了。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！有了！开通，开通我的！耶嘿，耶！比赛通了。啊！打这边的有了。哎，我把木我把里面没有烧的拉出来。好，塞煤炭就好了，直接塞进去。还有石头，还有石头卡里面。等一下，这卡住上不来，算了。我看熔炼的情况，看不到。我要压着，我要变熔炼的情况。好了，秒它变成那把钥匙。烤鸡进去，我要进去了，我要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烤鸡进来了。好，烤鸡有亮，有亮，有亮。窑烤，窑烤，窑烤，好好吃，好吃。南青阿南，哎，怎么多一只要进去啊？有错了，烤鸡错了，烤鸡错了。可恶！哎，还要哎，还有一颗没进去啊？你刚只拿一颗，还有一颗，我刚只拿了两颗啊，还有吗？这边这个看起来，哦，这个是石头，看起来像石头，这看起来很黑，还是矿坑里面还有啊？找一下，还有吗？我进去看，我在矿坑，还是里面杂物太多了？杂物太多啊，把杂物拿一拿好了。嗯，这矿车上面是没了、啊，对啊，看其他地方就看你知道刚刚你又拿出来两颗啊，其他地方会不会藏啊？会藏在白色石头里进不去啊？你那个姜饼太大了，旁边有小路哎、欸，好啊，好啊，刚刚那个矿车卡住的地方，它旁边还有小路、啊、哦，所以哦可能要再进去找，可能在里面有，就一颗一颗拖出来吧，嗯哦、这边呢？感觉这边啊，是慢慢把石头拖出来。啊，不是啊，里面有一颗没有那个，嗯，它里面有一个是黑的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应该是不火力不够。哎，烤鸡怎么在里面？因为我看到这里有一条路，可是我两个堵在这边。来来来来来，修。
有了，哇哇，我的脚烧起来了啊！还有了，有烧好了。哇哇，哎呀，他有粘在我脚上吗？没有，可恶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我过不去啊！东西挡在那里，过去。谁想要卡你们，我就过不去哦。哦，卡住卡住，等你们。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哦，钥匙。哦，出来了，好亮哦。Bring bring 的，我挡火边。来，插准一点。插。插。我插。哎呦，转会哦。卡到人了。哎，记录了。记录了。我的头被卡住了。等下，我出不来。哎呦，拜拜！嘿，哎，干嘛抱我？你走开呀！走走，哎，你上去啊！开呀！去啊！上不去，你太重了。我背下嘛，重了，背啊！你要背，背啊！背背哦，上不去，警察背背了。原来你爱这一位是不是？不会，大叔，然后穿那个奖品装。这边有个破掉的门哎。进去看看，不知道，可是它是裂开的样子。哦，你们两个哦，然后左边有一个矿车。动啊！会不会是刚刚那个洞是那矿车的？上来！他自己抓的是我。那个越来越裂了。矿车那边呢？抓到一撮毛。这应该是刚刚矿车那边吧？有可能。我刚刚找到那个这个这上面一台矿车有上去了。啊啊啊！拜拜。开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矿车走了，有人自己开走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我掉下去了。这个门呢？咚咚啊！拜拜。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，我回去了。你回来了吗？我回来了。矿车回来了，矿车回来了。我要上矿车。哎，到站的时候赶快跳下车哦。我上车了，我上车了，上车了。我把车堵好了。前面那个不要挡在车前面。我画面宕了。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有画面，有画面了。不要把车推了，前面那一个，前面那一个。来来，哪一个？我来，我拖。哇，下去了！哦，听到很嗨的声音。那边。哎，闯关。这边嘞，这边是干嘛？这边才是嗨的地方。不要抓，放开这里。这是边边啊，这边才是嗨的地方。走这边。哦。搬了。去看一下。哎，好卡。不是这边啊，是哪边？不是这边啊，矿车是在这里。上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。没有，我先把矿车爬上，它不会重生。所以没有矿车。有，等一下。矿车翻车。重生。有重生了吗？我把掉。有，我要做。这感觉就是要拿的。哇，不能走得过。哎，过来。上面的好像没有保存的。我的。上面什么都没有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哎。上面好像就是一座超高的山，拜拜。哇，好难哦！阻挡成功，跳下来。哦，要把矿车丢下去。矿车丢下去，后面的人才有车坐。要干嘛？跳这个。哦。哎，我这不就过来了？我没坐到车，我要回去坐车。可以等一下。所以这里是正常的吗，杰瑞？这里好像不正常。哎，喵啊，回来！等一下，喵啊，急你干嘛？车子推不下去，上面什么没有？会重生。喵好，帮我往外拖，然后把它直接上来。看一下哦。哇！团，你上来了。团团，抓我，快点！怎么上？等一下，我慢慢动。不要。我觉得说，哎呦，哎，怎么没抓到？再一次。跳！噔噔不动。杰克，干什么？团团，你不要打我脚。有了，下不去，有了。那你，蹲，车重生了吧？哎，吓我一跳。前面吧。哎，我走道的关系吗？嗯，开始。嘿咻！我有什么东西？我看到了，两个人同时跳，可是只有一个人成功。耶，过来了。我知道荡过去哦。对啊。嗯。哎，有可以玩转轮的，你们要过来了吗？这是什么？等他们一下吧。哈基，你看我在这里。怎样？你看你的右边没有动静。对啊，是不是缺电源？没有电。等一下吧，等他们来。又要仓鼠。插电。又有插电的地方，等他们过来。对，要插电的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个是要拉的啊，这个是要转吧？用手转的。他们都过来了吗？要不然没。等他们过来啊，等他们过来。哎，
没有没有，是他们那边。哦，不行，这边不是有红蓝吗？应该是要插电。对，等一下吧，影月，你不等他们。好，等我等，我现在试看怎么转。有有，差不多都过来。哎，插哎，繁星哎，在另外一边转。那我们开始转啊，烤鸡上。会再转啊，再转。转转转，有反应吗？没有。哎，还有反应，他跑到右边去了。他往右边去了，可是没有。他是不是要上去看一下？我再转。哎。很不好转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讲一件事情，这楼梯做的很烂哎，它中间是不是有插东西呀？嗯，好像是。可是它有充电吗？感觉是电池充电那种吗？对啊。那几根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看有很大根的东西。到时候看有没有看到一个进去里面大根的东西。嗯，我转的好累啊。这是什么啊？可以停了。这像药下来。你们要不要把那个放进中间看看？嗯。他的楼梯，我丢下去，我丢下去。楼梯真的很讨厌。